好，咁啊系导演休息嘅时间啦。休息嘅原因咧系佢一来过嚟上正常啊，佢要二来噶嘛，大佬。大佬真系你俾我咁样游轮，你都睇唔过眼啦。好，咁啊300多蚊啦。同啱前个声系我阿妈嚟嘅。Hello， 大家你好。继续。系。咁啊，佢真系乖仔，真系喺度拍嘢嘅。好，咁啊，300多蚊有啲乜嘢交代咧？即刻睇一睇。啊，呢个其实对上有旧版本同埋都已经有加个钱，好似话。我估应该印象中都冇，都成。哇！真系唔知道。其实我想讲对上嗰只都出得唔错。哦，你未有對比前的話，佢係正嘅添，仲要係佢都幾值租下嘅，即係好多人都曾經有炒過一時嘅。新系列有個天窗俾你睇到只嘢嘅，好過冇啊，大佬都係嗰句，即係俾我啲驗屍官，起碼都仲要睇到個頭啊。開啦，係一開就飛嘅啦，黃金。好，300多蚊嚟講，佢叫好多嘢。抵玩。係。坐地台。IT feel。初回限定地台加埋主題，其實呢一抽嘢都係招呼呢一個 I feel 嘅。咁睇下主題先啦，攞出嚟啦。咁你攞主題啊，我諗個 I T feel 啊，因為好多嘢砌嘅要。個初號機咧，佢如果企直咧個比例係有啲怪嘅，咁你都係始終都係彎彎地咧，件事先至會比較自然一啲。嗱呢隻嘢，我覺得佢成個嘢咧係將嗰啲裝甲咧做到好薄啊，好尖啊！頭先我哋都有研究過嘅，手甲嗰度直頭近乎有半透明嘅狀態添，係非常之薄嘅。而呢隻最大嘅賣點就係超級嘅可動啊！喺呢陣間可以試到俾大家睇。係啦，佢隻眼咧就有咗嗰個金屬色嘅，咁就好有啲著筆嘅感覺，幾靚。而最靚咧就係個擘大口，擘口都好靚噶，係啦，唔使嘅。嗱，佢嗰個頸嘅可動都非常之精彩嘅，佢有兩節嘅基本上，誒條頸個位佢可以有兩節，佢可以向上落嗰陣有啲連動嘅。手關節咧，佢特別一提咧，佢喺手踭呢個位咧，仲有一級去掹出嚟嘅。You want Andy 話電影版好似冇印字喎。係。哦，咁合理啊。合理。啊，咁佢如果拉出咗之後咧，隻手可以做到更大嘅拗頭動作嘅接嘅佢哋。佢可以摸後腦啊！即係已經接得好實啊！真係。絕對可以摸後腦。後腦都好自然。咁當然啦，玩 Eva 都係要有少少駝背。隻腳絕對不會企直才好玩的，這個造型很騎呢啊。但其實這一款呢，即大家會首先跟Mavix 那隻對比啦。Mavix 是全上色的，但它呢就整隻都是啤膠色的，綠色是有上色，個別的紫色是有上色的。但是即相比之下，我又覺得它不會算很順色。我坦白說，我覺得它完勝 Mavix 這隻。是的，我都覺得是的。但是它有少少的缺點，即我個人覺得是缺點，可能有些人不覺得。我覺得它的小腿的比例，即是腳的比例是稍微短了一些，而且頭大了一些。你看那些櫃地完全是顛顛靚到，靚到真的沒問題。而且它小腿的位置又可以即夾回大腿的 curve 呢，就形成這個緊貼的狀態。即完全即按咗 mark get set go， 任何嘅動作都非常自然，同埋唔需要先還後直再扭嗰啲，先為即係完全係好直覺嘅，你想點扭就點扭，就唔使咁複雜啦。件事就即係以啲玩具嚟講，呢件係非常之好玩嘅，係咪？好，咁啊可以，喂呢、這個麻煩少少，我幫你掹，你可以玩下啲武器先，換下啲肩甲啊。嗱，肩甲嗰個掹刀咧都係換件形式啦，咁因為始終佢太薄啦，佢做唔到嗰個可動嘅設計嘅。咁佢今次咧個肩甲咧就跟個膊頭嘅，咁就掹到出嚟。咁變咗佢嘅可動咧就唔會有好大嘅限制啦。你手喐邊度個膊頭就跟住你邊度喐。彈食一聲。
需唔需要火手 Eva 哥？係啦，變咗你要掹刀咧，都動作係非常之自然嘅。我不一定。變咗你絕對可以還原翻佢喺電影入邊揸刀嘅動作。好，即係雖然得個300多元，但係如果真係可以將後邊嗰、那個救生艙嗰個設定再重現埋，更加正。哇！換件都好，其實換件都好嘅。如果你可以重現翻嘅話，即係起碼要有咯。另外當然啦，即係其實。即係我唔好當佢幾多錢先啦，我唯一覺得可以做好啲嘅，反而就係支槍。哦，個感覺好單薄，好一陣可以影個 close up 咧，即係一支咁扁嘅槍都幾難得嘅，其實都真係好扁，即係完全冇乜質感。即係攞把刀仔，可能仲個感覺仲會即係試正好多。但係其實真係玩係完全冇問題。哇！就係冇得頂添啦～即係一喐一擺咁咪擺完個 pose， 你睇係非常好順暢，順暢。同埋佢都好佛心咧，佢有個士啤嘅觸覺俾你咧，咁變咗即係 touch wood 大吉利是啲咩三長褲短都可以換。呢個我覺得真係幾好。哇！到最後啦，就要抹開有個力場啦。係啦，咁本身 I feel 咧，佢都幾多件砌嘅，因為本身佢個重點都擺咗個台座嗰度。咁啊，呢度已經有4-5件嘅啦，其實已經個設計都唔錯。同埋都係嗰句，即係以性價比嚟講咧，今次呢一隻真係非常之高，300多元都係嗰句。不過當然啦，性價比最高嘅，我睇下有冇機會介紹嘅就叫俄沙羅鬼雷電。咁不過我反而覺得真係有即係要題外話啦，你真係 LG 本身黑色嗰個鼻罩位咧，我覺得出得唔係咁靚，好多穿崩位。好啦。都是那句300多元，你仲想點啊？300多元年工，抹大佢都唔爭在。大佬，你唔係俾我抹？哇！正面都 OK， 係啊，正面好喎，係啊，呢個 OK。好啦，咁啊，記住，咁如果你係初回嘅，通常都會連埋呢一個初號機對應嘅。台座，哇！呢、這個商品賣都30-40元，係，同埋本身又靚咧，佢底座黑色，再配翻 Nerf 嗰個標誌，咁啊夾住只 Eva 真係好頂。2号机、0号机，99%，放心。同埋佢呢個都百搭噶啦，係。咁啊，嚟緊都仲會有其他 DLC 嘅 ，Say 洋電子炮，哇！超級護盾 ，B Band 低做緊啊！呢招真係絕啊，大佬！